起初，逝者复活还只是一则迷信的传闻。当整个北境半岛都被呲牙咧嘴的怪物占据之后，人们才意识到厄运早已降临，挥之不去的血腥味儿。 希望你准备好了，朋友。我没有忘记我的过去，但我记得我的敌人。猛然，刺痛和恐惧触及了我的心扉。 我重重地呼吸那久违的空气，兴奋、茫然。但除了名字，脑海里再也捞不出第二个词汇。令人震惊的是，随后发生的事。他告诉我，我进攻，那是现在最该做的。 附生怪物将灾难从北境半岛一直燃烧到王都，但复活的游侠作为怪物的一员却保有活人的意识，他显然站在了人类的一方。你得先学点基。 这里没有一点印象，划破敌人的阵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啊！ 上城去，快去阻止他们！你们自行保重吧，我会去对付他们的。尽可。有。嘿。 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正中目标！嘿！啊！热！耶！
战，瞬间是什么？真是难以置信，一个复活者竟然有意识。其实我还没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们失去了北境，那个历史悠久的半岛，神域护卫者们在那里耗尽了他们的勇敢与忠诚。换身行头吧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强大的战士，快过！你们准备好了吗？神的光辉将指引你们正确的，愿诸神的雨露沐浴你们。年轻的艾丽娜并不甘心，只会让圣。听我说。这些活尸被魔法，再看看摩丁堡的头顶。他抬起手，你有几成把握，艾丽娜？相信我，那就是我们该去的地方。不，我指的是这次行动。我们没有时间了，不能再这样保守。艾丽娜的心情显得紧张而急切。我们必须得这么做，请你相信我。威尔萨克不再提出，他兴奋地环顾四周，脸上。我们拿起手中的剑。不再团缩在那脆弱的外壳里，因为奇迹不会眷顾毫无作为的人。快到东村了，想要去河对岸，那里的船会派上很大用场。哦，好极了，希望我们还能赶得及下一班渡船。用不着那么沮丧，在东村我们肯定能找到能用的船。热呀，接准无误。
标。好几艘船，看见没有？别着急，我在想，那个拿着盾斧的家伙不会轻易的放我们过去的。那你躲藏的时候得找个好点的地方，可别妨碍到我的斧子了。有意思。胜利者所有。虽然忘记我的过去，但我记得我的敌人。质变与量变。保卫教会是圣卫军的职责。不畏恐惧，我们必须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艾丽娜一行人在东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这里家族对我而言毫无意义。不过，我还是很好奇斯图尔特。你该闭嘴了，艾丽娜不想和你继续谈。好吧。那你有什么建议？但愿我们修理的速度能快一些。我。没听懂。怪物在吃我们的时候。东村的战斗虽然规模不新的一波怪物便涌了过来。把涌入村子的怪物都驱散掉，否则我们没法修理船只。还有伊莎，以后别再提起那个姓斯图尔特的异教徒。好吧，我尽量记住。胜利者所有。
能拿得起剑的勇，神的光辉将指引你们正确的道路。你们最好尽快。没有成为亡灵之前，我一定是个帅气的精灵。能拿得起剑的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东村反复的不过威尔萨克，艾丽娜注意到了，在我们的精灵王子在做白日。我只是伤。嗯哼，真无。处在半，这是个好消息。啊，谢。好了，上船吧。艾丽娜的队伍修，他们士气高涨，在那对岸的青石港上。快看看港口，我还从没享受过这等礼遇。又是一堆散发着恶臭的怪物，这真是太糟糕了。我就是如此屠龙的。什么时候能来点刺激的？别大意，摩丁堡已经很近了，那里的怪物随时都会过来。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